Hello， 咁咧就有啲嘢想讲嘅，就系好开心啦，唔知咩事就咁多个订阅啦。咁样对上一次嗰条片咧铺嗰阵时咧，我记得都系100几十嘅啫。咁咧点不知咧又开学咯，我系一个学生，跟住咧就唔经唔觉咧，我翻嚟睇翻个 channel 咧，就突然之间变咗700几啦，都震惊。跟住咧我都有 cap 低啲相咧。就 cap 低话，哇，500订阅、600订阅咁样，哇，好开心。但系咧，都系冇讲过，又冇咩表示啦，好奇怪。因为我就冇，即系开始拍片，谂住俾自己玩下，冇嘢做咁放暑假。跟住之后咧，就都估唔到，都有人中意嘅，咁都几开心。咁咧就讲翻啦，最近点解出片出得咁慢呢？就其实系有个原因嘅，因为咧就。我是学生啦，咁啊要开学啦，开学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劲多功课，劲多 project 啦，跟住之后咧忙到咧系不能自拔嘅啦，做功课做到，咁唔知啦，未来可能过多个月咧就会成 break 啦，就会多啲时间，咁可能多咗时间嚟拍片嘅时间多啲啦，剪片时间多啲啦，咁就会有多啲片俾大家睇啦。但系呢家就目前为止就比较少啲，就唔好意思啦。咁其实都冇唔好意思嘅，整片都系我自己整啫，系咪先？我唔整，我唔整